虎哥哥，我看着你，我头好疼啊！怕了吗？在这里，问我！我操，你很凶哎！他就是这一招，这一招超级难闪。我要喝酒啊！他变石化之后会抽一刀出来，是不是？要随时闪躲。我要 K 笑了哦！你不要一开始就他妈的揍我一拳，很痛！你知不知道很痛啊？你，不对吧？不对吧？他这个跳起来，下来的一瞬间，我在闪躲，还有那个抽刀的那个瞬间，掌握了这两个，其他的伤害应该都还可以靠定身啊，靠这个葫芦里面的药来，都还够打。就是这两招他妈的世界痛的。OK， 我们就靠第一波他这个跳起来来练习一下怎么闪躲。好不好？来，你看他准备要过来了，一下，两下，干你老师哎！不要再打了，干你老师哎！不要再打了。好不过，就跪下。哇操！这他妈的，他这样子撞了，就躺过来嘞。就看到他这样撞，我就直接闪躲是吗？撞完隔个0.2秒闪躲。走，我保留着下桥。我已经按了，我已经按了闪躲了，但是没有用。我不过就此绝命吧。打不过，跪下！啊！又是这个。
又是这一招，我没有能量，我没有能量。又是这一招。又是这一招，你就这几个伎俩而已嘛，啊，他妈的，我真的是快气死了。啊，为什么被石化了？筋骨清奇啊，正响应着铜头铁臂。铜头铁臂。那我的铜头铁臂呢？我的新技能呢？啊，虎妖是不是？啊，听说你很拽啊，妈，老子虐爆你，让我变两次那个狼王赤潮，把虐爆了。对，我们就是要跟他耗到第二个赤潮出现了。对，大家切记啊。又是拿棒棒开敲的一晚，现在打到快吐血，刚打完黄沙罐，还没，我还没打黄沙罐，只是说。不是要拿什么定风珠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我都没有拿到那个东西，我都没有拿到定风珠，我就直接去打黄沙怪，是可行的吗？还是这一只其实不是黄沙怪，这一只只是黄沙怪前的一只 BOSS 而已？有胜有胜，有道有道，有高下。
山，有高山，又有深渊，有天地狂风大圣，又有腥风血雨，我逃不掉，你也逃不掉。这只好打吗？我没有定风珠哎。OK， 我有高可药，哎呦喂，不到他耶！完了，这只 boss 到底是啥小啦？我根本靠不近他、啊。先过去揍他个两下，然后再定。哎，可以，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等于说我们过去第一波先闪他的技能，先过去跟他对吧？骷髅的病鬼，命到挺硬。闪你妈！闪不掉，闪不掉！你一棒子就把我秒杀，我怎么玩？一个都没见过，这傻小啦，这是傻小啦。他们为什么把我吸过去了？他直接把我吸过去踩，是什么玩？这什么闪？反正我就是贴着他，这一只我觉得我的打法我不能跟他绕远，我就是贴着他一顿一直打，一直打一直打，然后相对来讲我就是要够滑溜的去闪他的技能。
不去。你躲在黄沙里面，我在打懒觉是不是？我干你老师，不要踢我啦，我不是足球。我他妈的！赶紧走光嘞！哥哥，你不要再踢我了，好不好，哥哥？你他妈的要死啦！你他妈的要死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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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你头二郎心腹多大？有毛病！就位在这儿，一时快活。哎，我就说吧，他肯定迟早被我打烂的。他已经被我掌握了啊。他的，呵，看到我这个滑溜的身法，躲一波，躲一波，开始揍，有没有？中间那一段是让他的，后面才是真的。哦，原来这个断头菩萨头在他身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哦，阿弥陀佛。哦，原来他是佛啊！我们第二关一直遇到那个断头怪唱歌那个。乃是小须弥山之主，法号灵吉，法号也是这鼠妖的看管之人。大圣陨后，六根不灭，散落到了世间。这贼鼠私下寻得其中一根。因自身修为有限，难以炼化，于是生了歹心。我不慎中了他暗算，连头颅也被他一并割去，做了存放根器、修炼邪法的容器。哦，所以我连带黄风岭再次生灵涂炭，我之罪也。所以其中一个根器在这个魂咒的。此番重回大道，全赖施主智勇无双，
这世上应只有施主一人有资格保全此物。这啥？这是齐天大圣哪里？替我收好它。这跟虎先锋谁比较难？我觉得虎先锋，这只没有到，我觉得这只没有到很难。风起黄昏，我们获得了耳朵。哎呦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要学什么吧。蝎尾增加所有一段切手技的无敌时间，闪身后少时间内少许增加攻击。哦，我觉得这招不错哦，我决定学这招。OK， check it up。